想吃什么？刚已经发给你了。一千九，哎，怕什么？人扒皮。一家自带停机坪的米其林一星餐厅，还会考虑团购的用户是注定不会成为他们的目标人群，比如你。哎，看来这家餐厅跟你一样，都是以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为目标。对呀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向来以剥削你为快乐。我可不像你的老公那么寒酸，送花只送一朵。谁老公？不就昨天晚上送你回家那个吗？我都看到了，恭喜你啊。哎，要说寒酸，谁比得过你啊？我什么时候寒酸过了？有啊，我小学三年级上半学期那会儿吧，你当着我们全班人的面向崔乐乐求过婚，你忘了？崔乐乐？嗯。谁呀？我们班的小胖妞啊，他爸是开卤味店的，你当时就为了吃那包里的半只猪蹄，当众跟人家求婚啊？那最后那半只卤猪蹄我吃了吗？吃到了呀，你求婚成功了，你俩一块啃着猪蹄啃老香了，满嘴都是油。哎呦，太好笑了！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嗯，记得可清楚了。我可什么都不记得，你这么说是毁我人设，我要告你诽谤的。哼，你人设早崩塌。在公司光顾着骂你了。还没来得及了解你的个人情况，准备要二胎吗？我呸！我单身呢，少胡说八道啊！啊，你前妻现在是不是过得特别好？人家新找的老公是不是比你好一万倍？不好意思啊，和你一样，单身。理解。小人丈夫嘛，昙花眼了呗。哎，你说的太对了。这上海这个大城市就是这样的，美女如云啊，女孩一个长得比一个漂亮，我确实不知道该挑谁好。那你慢慢挑啊。如果你真的想哭，告诉我，我提前叫救护车。唉，终于满你愿了，唯一知道你底细的我，可能真的要离开。投行如战场，现在明白了。小蚂蚁背大锅是金融街所有投行的潜规则，我只是没有想过会这么快。你不配做小蚂蚁，小蚂蚁绝对不会放弃，会一直往前爬。一个没有感情的车轱辘是不会明白小蚂蚁的心酸的。将军，我是想让你离开 MH。但绝对不是以替我背锅的方式离开。你记住，在我的地盘，我不会让任何人背锅。你是有新的线索了吗？暂时的撤退，不是失败。蚂蚁小姐，请继续往前爬，战斗远未结束。你放心吧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一定要留在 MH？ 孙帅，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很了解我？当然了解你了，但那是曾经，在我的青春里，你终究还是缺席了一段时间，所以你不知道我这些年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，发生过什么样的事，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进 MH， 更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就像现在，你认为我会因为遭遇到不公平待遇而哭，可是我不会，我会沮丧，会愤怒，但我不会退缩。
你还停留在过去，或许你应该试着重新认识我一次。